我哋係司法機構執法事務組嘅執法主任。聽唔到啊！根據高等法院案件編號2014年第2094號，於2014年11月10日所發出嘅命令，執法主任會協助原告人嘅合法代理人清除及移走阻塞中信大廈出入口及阻塞天美道、龍匯道車輛及行人通道的障礙物。請在上述範圍內的人士立即收拾你們的物品離開。任何人士如果做出任何阻礙執法主任執行職務的行為，將有機會觸犯藐視法庭罪。執法主任會要求警方協助作出拘捕行動。以下時間會由原告人代表律師宣讀臨時禁制令的內容。歐慶祥法官於2014年11月10日頒下的法庭命令，要點是任何人均不得阻礙中信大廈業主的合法代理人清除及移走阻塞中信大廈出入口及阻塞天美道、龍匯道車輛及行人通道的障礙物。重複是阻塞中信大廈出入口及阻塞天美道、龍匯道車輛及行人通道的障礙物。法庭命令亦禁止任何人在上述範圍樹立或放置或維持任何障礙物，以堵塞該等出入口及通道。任何人不服從該法庭命令，有可能構成藐視法庭。同時，法庭亦指令執法主任採取所有合理及所需的步驟，協助業主的合法代理人清除及移走該些障礙物。在有需要時，執法主任可要求警方的協助。當警方合理地認為或相信任何人正妨礙或阻礙執法主任履行法庭的命令，只要該等人士已獲悉一、本法庭命令的要點；二、行動可能構成違反法庭命令及妨礙司法工作；三、如果仍然不停止該等行動，有可能會被警方拘捕。在這樣的情況下，警方有權拘捕或移走任何有關人士，並將被拘捕人士在切實可行範圍內盡快送到法庭上進一步指示。原告人及他的合法代理人會在依家展開清除障礙物的行動，請遵守法庭的命令立即離開。多謝合作。我想知道 Mary 範圍可不可以講個範圍啊？請你回答市民的問題。你唔好諗住自己高高在上。我重複是阻塞天美道、龍匯道車輛及行人的通道。謝謝外賓。
加手，好，咪夠啦。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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